哇！我听到阿邱成武真系大镬啊！如果 IBM 系你做呢个总裁就死咗噶啦，系咪？佢知道做硬件冇用，咪做第二样嘢咧？而家咪继续有得玩下咯。哦，你哋系咁嘅。喂，我而家净系搞，你都攞呢啲钱。不过如果已经睇到将来条桥有事咧，我系唔负责嘅。咁边个负责啊？吓？系咪林郑月娥呢个靓女负责啊？整体施政啊嘛，政府得一个啫嘛。老公啊，赞佢靓系，真系，我唔敢讲，系老公先赞得佢靓。阿哥，喂，呢啲咪叫敝帚自珍，黄婆卖瓜咯，系咪？自己话自己老婆靓，呢、這个好亲密。但系老婆咁讲啊，就好肉核突，真系亲密同核突真系。有冇读书噶？佢哋嗱，好简单，我问你，我真系问你，而家我哋问你个问题，你话你答唔到，林郑月娥想唔想嚟答？就係話引起超支嘅問題，係咪會再問本會攞錢？呢一个即系呢个人工岛会，人工岛嗰个，我哋觉得我哋如果攞到拨款嘅话，我哋足够应付跟住落嚟嘅工程。系啦，佢话有足够应付。我哋睇唔到有咁嘅需要。OK，佢讲咗啦吓，即系会唔睇唔到有需要。